重症的一个治疗的困难哈，是在于说很多人都是60多岁会发生重症的变化。重症患者大增，北市联医医师江冠宇分享急救时遇到的最大困难。因为60岁在台湾可能是刚退休，他的人生才刚开始，或者说还没有退休，他是家里的那个经济支柱，你这种人要叫他说好不要放弃急救，其实是有争议的。才短短2周，医护们每天都得面临生离死别。根据平原报道，卫福部桃园医院有一名资深护理师分享，照护一位高龄重症患者，家属选择不急救，但无法进入负压隔离病房见老人家最后一面，只能在护理师的协助下透过视讯告别。北市联医医师陈长宇也分享，曾收治一名低血氧的阿嬷，儿女不忍看他插管也放弃急救，但阿嬷不会用手机，只能透过护理师传话，儿子则是哽咽转达，请妈妈放心，我们都会照顾好自己。甚至在土城医院也有一位60岁的先生，短时间内病况急转直下，最后离世，但死者必须尽快火化，妻子接获通知后因为来不及送兽医，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。类似的悲伤故事不断在上演。因为他的亲人染疫了，那又是老人家需要人家照顾，所以他就自愿到我们的隔离病房里面来照顾他的亲人。那他被阳性被隔离的时候，很不幸的他照顾的这个老人家也转换成重症，最后也往生了。还有医护人员在脸书po文，全台北新北20多间医院都没有办法收转院患者，甚至救护车乱丢包病人就跑了，因为医院爆满，救护车也不管，同时气中央政府一直跟大家宣导有很多隔离病房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，还说前线人员快要崩溃，前线不论是量能或是最前线医护，现在都面临最大危机。 TVBS 新闻王华刘帅泰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